剑，那本王今日明剑下。你们给我滚，我不想看见你们。天权就算亡在本王手里，那也是命中注定。这不算过分，那什么才算过分？各位大人，请。吴老将军亲眼看到那位王子堕楼身亡，你竟敢但行王令，批阅奏折？这天下本王争不了，也不想争，你就安安心心让本王做个守城之君吧。天下已乱，你还在这混吃等死啊？难道要等到兵临城下吗？如若明日南宋真的打过来了，谁能去领兵？在下愿意亲赴阵前。小妻此去，要多加保重。末将定当身先士卒，兵分三路，十日之内拿下天书国五座城池。今日我四国再次祭祀天地，但求同心对敌。秦王，可王上既然身处军位，就应该好好学习为君之道。微臣听裘将军说过一句话，唯愿吾王常享盛世。你我二人不过是遇到了人生的低谷，离真正糟糕的境地还差得远，若是能咬牙坚持，必有峰回路转之机。只要是不危及南宋军事性命之事，本王都可以答应。我想要的和你想要的并不相悖。若你有意亡我天书，吴王必以国事之礼待之。我本一介布衣，既然承诺了吴王，此生便不再做他乡。本王能给你一世富足安乐。王上，若是哪日你想要这天下了，我便告诉你我想要什么。因为此剑者会被天地神明所庇佑，必能开拓列江，四海臣服。混账，你还我侄儿的命来！等事情水落石出，自会给你一个交代。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，我怎么会轻易放过他？裘天豪身为义军主帅，裹足不前，以致贻误战机。真正贻误战机的是本王。七万大军就因为你一次的冒进，该当何罪？把国师压下去。混账！拥有此剑者，会被天地神明所庇佑，必能开土裂江，四海臣服。